你来自于什么地方？我来自广西，山水甲天下的广西阳朔。你为什么要到达人秀来啊？想锻炼一下。你这句话说出来有点像共青团员嘛。想锻炼一下。锻炼什么呢？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潘崇豪。崇豪想要锻炼什么呢？锻炼自己的身体。好，开始。啊，帽子。这捆了哈。模仿 Michael Jackson 最棒的一个 Number One 呢，陈豪，你这个舞有没有跳给同学看过？跳过一次，他们都笑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见识过这种舞蹈。那么他们笑你，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啊？你应该马上告诉老师哦。我不想告诉老师，他们都笑我，我就会逃跑。他们笑你就逃跑了？对。那你还不如告诉老师。那你这样逃跑的话，不就没有同学跟你做朋友了？有时候跟我玩，有时候不跟。那你这次来达人秀的话，希望同学看到吗？希望。看到，然后呢？看到他们跟我玩。你看要求多单纯。我要告诉潘成豪的同学们，成豪跳得非常非常好，你们回去不跟他玩我会发脾气的。好可爱，而且真的很少。不是啦，我是因为听这个小朋友说话，我自然而然就哑掉了，真是。要说 yes 还是 no？ Yes 还是 no？ 为了怕你的同学这一次没看到你啊，你还要再多跳几次 yes。Yes。小朋友，我当然给你 yes。谢谢你们老师。最后摆一个 pose， 再摆一个 pose 干嘛？哇！再摆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哈哈哈小巨星来喽！迈克杰克逊亲我，哇天！